现在没有故事能味道了，快点，我去爽了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你等会儿，我这里都是你装饰过去的外套。一个是那个美鱼罐，就是他干的，一个是小俊男的臭袜子。哎呀，这里啊。这好大，这怎么开啊？换季。 大刘，来，现在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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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跟东北一样？这里儿，磨了吧？好，现在大爷，腰酸，坐着我的衣服了。 摸鱼时间到，花儿，桃儿，来一把，来来来！我今天见了我暗恋的男神，我们见过那么多次面，他居然说不认识我，你们说是不是跟失恋很像？教你个办法，你看过偶像剧吗？嗯。男主一般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这种，无语，一枪还爆不了你的头。那就按照你的反面来，说白了就是要温柔。我今天要用小百花战术。 拿下他！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你是在练瑜伽吗？自从知道他有暗恋对象之后，你明显不爽啊！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会喜欢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女生吗？人呢？哎呦，校草达人上线了！你暗恋那个人知道你在游戏里这么虎吗？听你的药妆女人味，结果他连反应都没有。 你竟然是小麻花去暗恋对象表白，那你咋想的？你连小麻花本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陷进去了？不是你真去告白了？你们去东宁大学滨江校区找一个叫顾寻的人给我砍死他！顾寻，你有女朋友吗？
我一直想找一个特别的机会告诉你，以前的校草喜欢你，现在的顾璇也喜欢你，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。 顾寻，你这个大坏蛋，大骗子！麻烦你一个，你爸，凶死！哎呀，你别吵了，我这个锁还有检查呀。你也不必如此吧？原来他是这一套啊！顾寻的睫毛也太长了吧？啊，我这个锁是把你修好了，钱我就不收了。 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。摸鱼时间到，花桃，来一把。我今天遇见了我暗恋的男神，我们见过那么多次面，他居然说不认识我，你说是不是跟失恋很像？教你个办法，你看过偶像剧吗？嗯。男主一般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这种。无语，一枪还爆不了你的头。那就按照你的反面来。 说白了就是要温柔。我今天要用小白花战术拿下他。自从知道他有暗恋对象之后，你明显不爽啊。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会喜欢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女生吗？人呢？哎呦，校草达人上线了。 你暗恋那个人，知道你的游戏里这么虎吗？听你的药妆，你能问这个还点反应都没有。你竟然想玩玩这个暗恋对象表白，不是你咋想的？你连小麻花本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陷进去了？不是你真去告白了？你们去东宁大学滨江校区找一个叫顾寻的人给我砍死他！顾寻，你有女朋友吗？ 千灵，我一直想找一个特别的机会告诉你，以前的校草喜欢你，现在的顾璇也喜欢你，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。